我们的母女时光。今天呢，我们是要拍100kg 的淘宝开箱。100kg 超夸张多了，我没有试过买这样重的淘宝。可是呢，因为现在是疫情的关系，然后我们的那个包裹都是分批来，然后又有一点我们觉得不卫生，所以全部都已经开起来，然后已经洗干净放在旁边。所以这个应该不算是开箱吧，这应该是给你们看看我们到底买的什么东西，为什么会是100kg。 看鞋子先哦，这鞋子呢是家里穿的，就不知道要粉红还是要黄，算新娘穿的嘛。然后呢，这也是鞋子，这个是什么 Mint Green 啊，这是 Zara 的鞋子，可是我们在淘宝买的。这个也是鞋子，黑色鞋子，可是这个穿上去我们觉得没有很好看，但是我的外婆穿的蛮好看的，所以打算好看，所以打算给她这一双鞋。还有一双，那这双就还蛮不错的，这双就还蛮不错，米色的，然后有一点点跟。然后这个就是天猫精灵，我这次买的这个天猫精灵是比较大个的，对，很大的，就是讲它的声音啊、音响那些都会比较好，因为之前我们的是小小四方的，小小的天猫精灵，它还没有充电，它还没有太冷睡醒，没有充电。天猫精灵，请播邓紫棋的歌，让邓紫棋的喜欢你替我向你表白吧。的那个，这是叫的烫斗啊，哦，迷你的烫斗，迷你的烫斗 ，steam 的，因为每次要烫衣服又要开那个大个的烫斗很麻烦，就买这个小个的。这个呢，短头发的，买了很多的颜色，因为全部都是，有一些是可以拿来戴在手上当首饰这样，不是当手表，当首饰，当手链，这个是。挂这是我每次会收到人家询问我到底是哪里买，因为我买了很多挂我的裤子，因为裤子如果你这样子对折来挂的话会是很有危险，但是你这样子挂的话正常。这是洗那个 makeup brush 很方便耶，因为那个 makeup brush 会很肮脏嘛，然后它这个是就看到它是脚这样的，它这样子插着你的那个 makeup brush， 然后你就在里面一按它就就洗，然后你再按它就会自动干，这样子我就觉得很方便，但是我还没有研究怎样用。其实这边我看70%我都不知道是什么，因为都不是我，所以我没有什么会介绍衣服啊，衣服我就比较会介绍，虽然不是我的，我会介绍睡衣咯，睡衣这个也是睡衣。颜色都很粉粉粉哦，因为这一季就是黑粉色，不一样款不一样颜色，但是布置一样。这个我是觉得它的颜色超美的，我喜欢这个颜色。我们全部是买五颜六色。对对对，这个呢就是也是什么 top top， 这个也是拎在上面的。这个你要收一下，不然你讲吗？我拿上来，因为都是你的嘛。这个是你的啊，我的妹，你的，这边是你的，我已经分类了。哦，这全部是我的，你看我自己买的。因为淘宝每次都是一直 send， 然后一直买，然后那个购物车很一大堆，是不是？这边也是我的一套的裸色，现在很黑的。对，这个是运动裤，运动裤，这家的运动裤很好穿，我已经买它全部颜色买回来。因为有一些运动裤哦，它是会挤到肚腩的肉，可是这个不会的，是好的。这个两件呢？这个是我买粉买蓝色，不知道一套的。这个就是我的，我记得，它是 jacket 的。然后这个也是一套，也是这个是我的咯，我记得。然后这个也是一套，你的一个，这个是你的，这是我的。之前有印象的，就是一套的，一套粉色，只要买一套的，因为就不用烦要怎样去搭配。这个是我的啦，看起来你不可能穿这样的。这个也是我的，然后呢，这个好像外套这样的，楼这边可以围绕着腰那边这样绑圈。一套呢，一套，这是绕着颈的，这个去
裙子，这个一套，里面有这个不止一套紫色的，不止很美，这个藕紫色。买了这样的衣服，结果 MCO， 然后变成了裙子。我的这些衣服都是全部也是跟男学学穿，我们都是学学穿的穿穿。这个我还有买黑色，因为这种是可以搭在里面白搭，然后外面就绕一个 jacket 一模一样没？可是它是不一样的店的啊。这个是打算买去度假的，但是现在疫情很严重，不能去，是那种海边裙，可以穿这种海边裙。然后这个是。围绕着景象也是那种度假裙，这个很好看。然后那时候我买到太小的 size 了，然后我就放上我的 Shopee 去卖掉那个 S size， 我买了一件。这个这个是一个照片很美，但是我还没有研究怎么穿，真的会呀，那不露腰啊，但是慢慢去研究啊。这其实我看到很多人穿，但是我很早之前就买了，可是它到了仓库，其实我的衣服每次买了很久，它到了仓库，然后我都还没有运过来，所以。现在已经有一点算过时了，这个衣服。连身裙跟这个露颈啊，这是什么？看来是要给我的狗穿。可能洗了一次漱水，狗的它全部都是我的衣服。就是洗了一次漱水，可能应该已经洗了。这个是那种如果你穿新的，你怕很性感，然后你又想要盖你的手臂的衣服，这很好嘞。这个好像穿新的又怕手臂肥，它是这样的，就盖着你的手臂这边的一个外套，真的啊。可是它是跟 love 的这边的连身裙，白搭的。这个是哦，这是跟你那个蓝色的一色的，这个是黄色吧？哦，这个是一套的 jumpsuit， 太过了吧？哦，露颈然后这样啊？嗯，哎呦。你这那个好像有一个，你这很美，围巾的一个上衣。哦，这个是那个绕着腰的一个裤子，就是我已经有穿在拍东西了。绕着腰的那种，嗯，那个可是很大件哎，幸好我们买了一个神器，就是这个，哒哒。它是好像你的裤子很松哦，你就可以把这个钮扣在旁边，你的裤子就会比较紧。你没有发现到我看我可以当裙穿穿的，要试下这个神器啊，觉得这个会很好用。还有这个，哦，这一件很像你穿这的，你有一点类似。其实我们身上这件也是刚刚买的，我们身上这两件，哎，有一点像哎，嗯，这个是头兜，丝巾这样的头兜。觉得这个很多人，全部很多衣服很多人都穿了，因为我太迟运过来了，过时了。过时啊！然后这边我就买了很多那种在家里穿的睡衣，因为现在是 FMCO 嘛，我家里就可以不用穿内衣，只是有胸垫在里面的睡衣。这些睡衣全部里面都是有胸垫的，很好穿。那每一件都有，每一件都美，美的睡衣，这个也是有美，有哎，全部都有。我就特地买有胸垫的，因为如果要在家里，如果干脆不要胸垫，可以拆出去吗？可以啊，这个也是有胸垫的型的，这种我觉得很好，因为是水源啊。不是，这个好像很多人每次不懂要怎样穿，要穿 new bra 又不舒服，要穿平口的又不舒服，然后这个它就有垫，而且很厚一下它的垫。啊，睡衣有胸垫的，这个是那个小熊的冰结冰的仪器，很可爱。我看到很多人在做小熊的那个冰块。里面很臭，真臭成臭屁，拿去蒸凉。哎耶，这个是那个弄那个包粥头啊？为什么包粥头叫什么？我跟你讲，你买一把玉米，玉米买没？我买。那早知道我不要买，没有用。因为是扁的。然后我买了很多这个沐浴露，因为我现在用的沐浴露都是那种很香。也是跟我一样的，其实我买一个不了。我看他们的这些沐浴露都讲很保湿，因为我本身用的是那种很香，我弄到皮肤很干，我就给我买了一些。这是鱼子酱的沐浴露，耶，你看里面黑粒粒的。哦，这个 body lotion 我看到蛮火的，在小红书他们讲，如果你的皮肤好像有黑色素或者有鸡皮的话，它可以帮助。嗯，没有什么味道。嗯，因为它是好像清唱你换肤这样的感觉。这是长头发的，这是沐浴露。真可爱耶！很好香吧？哦，对的，我好像有一个丝巾在头发上。这个是沐浴露，也是保湿的沐浴露。然后这个是这样啊？哎呀喂，好像有绑着丝巾这样。然后这个是剃眉刀，这剃眉刀很好用，它是直接在这样子这样剃，很利的嘛。这个是哦，这个是卷眼睫毛的，这卷眼睫毛很特别耶，因为很多都是这样子嘛，但是它这个是可以夹，所以它会更卷。我的是没有夹的。嗯，我的是这样子，这
所以它可以更卷哦，因为你可以加做这样，对对对，我然后这个哦加睫毛的，全部都是加睫毛的。这是局部夹睫毛的，夹睫毛的那个已经坏掉，更美，这个应该买多少钱？哦，没有了，那还有这个，这个我觉得大家看到一定很感兴趣，它是吹风筒，它就是那是吹的，那是吹的，就是站立式的吹风筒，然后你可以按电话。方便，可是我觉得还有一个缺点，就是它不会动。如果它会动的话，一定很好。是360度转的，还是一直这样转，一直转的？我觉得不会动，不会动的话，有时候你的手还是要拨，还是要动一下头。如果会动啊，你就是根本不用管。但是它真的是方便，然后它的颜色很美。然后其实我们这边的每一样东西呢，都要感谢 Oh My Cut 帮我们运过来。它的运费哦，我觉得是比别家的便宜。然后重点是呢，它很快就运过来了，就是一下子到仓库，它就把我全部东西给运过来了。然后包括这个吹风机呢，其实它算是敏感物来的，所以如果是海运的话，应该是要接近一个月才到。可是你猜我这个多少天到？好像是10天这样子就收到了嘞。所以呢，现在我每次要买淘宝，我都会找 Oh My Cut 买。不一样，分批送来的是不一样啊，分批送来，因为你有些慢嘛，你讲的有些慢，有些快这样子，有些先到，我就直接一批先运过来这样子哦。然后现在我在等着另外一批，然后另外一批呢，那边有接近80 kg， 然后你们一定很好奇到底是什么，守着我们的 video。我的家是淘宝到了，有很多的碗碟。每一面的，好像杯面的一个碗，最爱的花瓶，擦筷子很美，超美的，放花在上面 ，LV 纹很美，像大师这样的。哇，太好看了，全部买很多颜色的碗碟，这真的是很美，它是花瓶来的，哇，这个 area 白色的。觉得这个窗帘再换去白色就很美了。